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把你忘掉？我闺女在你眼里是什么呀？是货物吗？想买就买，想退就退。我跟她没什么可续的，那就别怪在下不客气了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身边。我宁可你恨我，但请你相信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大明锦衣卫》。